我接触木雕，我小时候我们家就是在做木雕啊，我们家做的是产业性的，外销美国的西洋棋、珠宝盒，还有屏风这一类的工作。因为那时候我还年纪很小嘛，每天都是看那个雕刻品，回来的时候就是要帮忙工作，因为后制的工作就是要砂磨那个磨砂纸啊，那磨砂纸那个手很痛啊，就说真的，我很讨厌那个工作，就我就常常跟我爸爸讲说，我不想做了，我想到外面去当学徒，做什么都好，只要离开家就好。那我姐姐就叫我说去中和，去他那边住。那我当然很高兴了，我就去了。我的姐夫跟我姐姐他们都要工作，都要上班嘛。那我自己一个人也没事做，就到处玩，到处逛。那有一回是走，就走到一个叫圆通寺，因为那个圆通寺我印象很深。回来的路上就是那个路边，那个房子也不高了，房子了。就我们一家一般的那个平房啊，就有听到那个叩叩叩的声音啊，我就走过去，就趴在那个窗户就看里面，看里面的一群人在工作，他们做的就是这种庙宇木雕，因为我趴在那里看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，哦，他们的木雕很漂亮的，跟我们家的完全不一样，我们家的实在是有够丑。里面的一个师傅，就来问我了，说，囡仔，你哪里来啊？就问我说是哪里来的啦，我就跟他讲说我是新竹来啊，来这里玩啊，就开始聊了，也聊到我家做木雕，我就讲说，哦，你们的木雕好漂亮啊，他就问我说，阮家有咧欠债啊呢，你有要来无？他就问我说要不要？我当然是要，我学什么都没关系，只要离开家就好。那时候我的心态是这样子，然后我回来我就跟我爸爸讲，我爸爸他也刚开始他也很不高兴，后来也没办法，他就让我去了。差不多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是接触到庙宇木雕开始。以前我访问过他，他人也是很客气的人。我记得哈，我每次去访问一个匠师哈，越客气的人哈，道行都越高。因为我跟你讲，他们看多了，一旦你看多了哈，你就知道谦虚。他呢，跟陈应斌要学大木，就是大梁大柱。但是陈应斌啊，首先叫他朱崩，因为乍看没什么，其实这是磨练你哦，你的锐气。就是你要跟一个名师学功夫，但是哦，你先向资本，资本没有那么简单呢。较早是行茶呢，你按那起好多哦，饭袂再臭搭，不能烧焦，那个就是技术了，你知道，控制火候叫他资本啊。好的，第二件事情叫他磨鸡丝，那些刨刀斧头会钝嘛，那个砍一天就会钝，叫他磨啊，也磨他的志气。因为师傅都不让你做真的盖庙的事情，都用这个来训练你。然后他有观察出来，他很细心，他磨刨刀、磨斧头啊，都磨得很细心。所以陈应斌就跟他讲说呢，这个大木大梁哈、非你所长，你哈、做擦灰跟釉吧，就叫他不要做大木啊，叫他做小木跟那个擦灰。所以他呢，接受陈应斌的建议，他就一辈子就去做这个。我也是到处走，到处逛，因为我曾经做过雕刻嘛，就会去看他们里面的雕刻，就进到他们的那个工坊，那个古力塞在跟一群师傅聊天，我就听古力塞在讲那个构图的方式啦，就是构图如何取材，如何构图，在讲这一些啦。我就突然想到说，我做这么久的雕刻，我对这些我都不懂哎，我对这些都通通都不了解。后来是我主动去跟古力塞跟他攀谈，去跟他聊天。我就跟古力塞讲说，
鼓励师，我诶，请好你师傅好无？安尼，阿姨就笑笑也没有反对。啊，因为以前也没有什么拜师仪式啊，反正我称呼你师傅，你高兴就好这样子。啊，我后来我是把钢琴公司这边的工作辞掉，我就到台北去跑场，跑场所谓跑场就是说哪边欠师傅我就哪边走。啊，跑场我也常常到鼓励山那边跟他走一走，因为他虽然年纪也大了啦，啊也出门也不是很方便，我就常常去拜访他了。拜访他的时候，他就会跟我聊这一些，我就觉得说他聊的这一些就是我做这么久的木雕，我最缺乏的就是这个地方，会做啊，可是不知道原理啊，可是他当他一讲的时候，我就好像很容易就把它连在一块，啊，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对我的那个对我雕刻上的帮助非常的大。泉州的做法，说真的，他们比漳州的手法还要更细腻，啊，这是不可否认。可是，鼓励塞他的东西，哈，他看起来就是我们讲戏剧感。泉州派他只是每一个东西都很细，啊，可是整出这样子看下来，哈，那个戏剧感，哈，就是没有鼓励塞的，哈。所以鼓励塞不简单，就是在他的那个整个构图的那个戏剧感，我们讲，他就不墨守成规。一般呢，学师傅拢无什么创造力啦，因为师傅教伊安那伊就做啥物。但黄龟里他有创造力，比如说我们马对不对？马推一只马在跑，他可以推一只马吼，跑进去，所以你雕的时候雕到马的屁股。那照说，哎呀，怎么雕个马屁股？他说，我就在背哦，不是招头前，也不是招后面，我招哪一对？那你往里面跑的时候，不是看到一个屁股吗？对，他还雕这个，他很有想象力。后来国立艺专，就现在的台艺大，找他去当木雕教师。那王庆台是他提拔的，因为那个教育部把他聘为国家医师，就会帮他招考医生了。他招考医生，鼓励塞就叫我去报考。后来就我就去参加考试，啊，考试后来一直到最后录取的就是四位。那时候我有跟鼓励塞讲说，我想要回新竹来开一个工作室，鼓励塞他也蛮赞同的。我就问那个鼓励师说，那如果我若回去新竹，家己开一间工作室迄个师，你甲我合一下工作室的名，啊，他就想一想，就跟我取一个天心房，就是我现在用的这个名字天心房。我这天心房的名字就是鼓励师帮我取的。刚回来新竹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工作，啊，没有工作，说真的也不行了，啊。有时候也是会到台北去做，啊，做一做回来。可是这样子来来回回，后来我太太是叫我不要做了，就干脆去工厂，找个工厂去上班了。那时候刚好认识了一个彩绘的老师，那个庙宇彩绘傅伯春，他跟我聊天了以后，他就跟我讲说，啊，你会雕刻，你为什么不做一些艺品来卖啊？或者是走创作啊？啊，他这样跟我一提醒了以后，我才想说，对啊，我干嘛没事这样子到处没事做？那我干脆做个艺品的东西啊，反正有人买就买，没人买至少还当作消遣也好。这一件哈，是我本来是想要做展览用的啦，啊，所以我就把它加很多那个现代元素，包括克里姆的画作都把它加上去了，啊，可是
可是这一件做好了以后，从来都没有人跟我借过。那这个也是比较展览性的一个作品的啦。这个作品叫李莲传家，李莲传家，李就会用鲤鱼，啊，莲就会用那个鲶鱼或者是莲，传家就会用二甲传炉，二甲传炉去把它倒装饮用为传家。一直到有一天那个彩绘的那个傅老师他又来找我，他跟我讲说新竹城隍庙要一位那个木雕的工作者，啊，看我要不要进去去做城隍庙的工作。因为我原本长期就是在做庙工作嘛，我当然是好啊，当然是要啊，我就接城隍庙的工作。因为城隍庙它本身也算是庙宇算是蛮完整的啦，都是在使用中蛮完整的。啊，做的东西就是杂七杂八的，比如说维修。一进入到城隍庙进去以后，城隍庙他们就有很多的友庙，啊，他们友庙，啊，友庙他们就会互相介绍。啊，从那个时候开始工作又渐渐又回来了。啊，后来就是竹莲寺要翻修，那个狮头山的紫衙门要翻修，我就开始接那个大木作的工作。古迹在修复哈，招花的东西哈，通常都是修修补补了，那个工作量都不多。啊，可是如果是建筑结构的话，它因为可能白蚁侵蚀啊、腐朽菌啊什么的，它房子拆解以后工作量很多。我原本出身是从那个凿花开始的，但是我做大木作是比凿花多，更多。对，做大木结构的修复也蛮有成就感的，因为一个建筑烂烂的能够把它弄好，也真的蛮有成就感。台中有一位，他也姓蔡，蔡老师，他是帮各县市文资科做古物调查。他知道我能够修这个，所以他就建议那个嘉义县把这一件送过来我这边做维修。他送来的时候，整个白蚁侵蚀的很严重。这一件的修复哈，他只要是把木作的部分做完全的修复就好，至于说表面的，它没有要恢复到新的，这个也都是没有的。神像有，只是神像这一部分还在，所以我是把没有的地方把它接上去，把原来的颜色把它恢复到它原来的颜色这样子。他们很慎重，他们是整个村坐游览车这样子送过来。他们平常会来看，会打算要修多久？会来看，下周就会来带回去了，下周。到这几年，我接大木作的工作越来越少，我就已经有转向在做木雕教学。如果出去工作跟做木雕教学的收入来评比的话，是出去工作的收入会比较多了。做木雕教学是花的时间又多，而且收入也比较少，可是至少我觉得说我认为说这个好像比较属于我。古丽莎也是在讲，甲干老，我干老啊，就是不能有出师这两个字了啦，就完全是一直在学，学不完，呵呵，太多了。